已經做過一個商界扶扶貧嗰度咧，都係建議就話除咗即係捐贈款項嗰樣嘢，就係我哋係鼓勵啲成功嘅商界人士咧去分享佢嘅經驗。咁我諗其實如果宏觀啲，就係你正正你講咩 idling 啊，或者其他嘢，就如果成功人士可以分享佢哋創業嘅經驗咧，我哋覺得係比較個價值重大。